拍这个戏说最开始不想去是吧？不行，因为摔伤了。反正他们都说我可以去，最后我就拄着拐杖去的。他们怎么这么残忍呢？他们觉得他们很需要我。这个我们觉得不光他需要你，当时组里还有别人需要你啊。当初在那儿发生一段恋情，你愿意说吗？咱好好的啊。不是，这就是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事儿，我特别不喜欢说，因为我不会说。我给你编一个啊，当时是这样的，不愿意说就拉倒了。你看我跟他们不一样吧？他们别人非得拐弯抹角说啊。你好好的啊，就过去就过去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事后来过去之后，好像还用了很长时间。过去之后啊，这人都有一个缓解调整的过程嘛。是不是用了多长时间？干什么？就多多少有点小难过呗。难过？对，我没心没肺的，我也没什么难过。我说对方用多久缓过来的？我不知道，我也没问。红河谷里边穿着藏族姑娘的服装，好像还唱了一首藏族的歌曲，是吧？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要征得嘉宾的同意。啊，行，那唱吧。唱吧，我不看着你。帕里邦克德勒兹里拉索阿吉夏加勒松兹里拉松夏加勒松勒勒兹里拉松阿吉夏加勒松兹里拉松。挺好听的。对，好听，挺好听的啊。什么意思呢？那歌卖鞋子。真的是卖鞋子。我相信啊。我头回听你唱歌，没想到。那就再卖一双。哪儿那么多鞋啊？有没有那个想过出了个单曲什么的呀？哎，也乱出，但是出完就算了。卖的怎么样？没有卖，吓我一跳。就别一惊一乍的，就是放在博客上让大家免费听。因为博客也常常好久不去了。原来是这样。好吧，什么歌？赏花红。你跟谁打招呼呢？你的歌迷啊，你说好花红开，挺开心的。是你的歌吗？不是我的歌，贵州的民歌。贵州的民歌《好花红》是吧？就是三句，不要唱了吧。唱呀！今天我是歌手吗？我其实你要不说这个不唱了吧，也就糊弄过去了。那你说给他们这劲儿调起来了。哎呦我天哪！我今天就歌手吗？好吧，你歌手有什么让他歌卖。好花红哎，好花红哎，好花长在紫里旁哎。卖鞋子。卖鞋子的歌啊，这是啊，去，别捣乱，别捣乱啊。